注意看，为什么很多人对她如此着迷，让无数网友纷纷调侃。盘点两位目前全网最受欢迎的颜值女 DJ， 你更想把谁带回家呢？第一位，乃莉，脸上总是洋溢甜美的笑容，是一个爱跳舞的颜值小姐姐。她璀璨光芒，气质出众，身材高挑迷人，曼妙的舞姿勾勒出迷人的气质。凭借其甜美的长相和动人的眼眸，让无数网友为之着迷。她的舞蹈动作充满魅力和美感，凭借甜美优雅的姿态。 在灯光音乐烘托下，曼妙身姿仿佛是一朵盛开的花朵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世间美女千千万，为何我对她如此着迷？第二位，丽酱，她身姿曼妙，妖娆性感，跳舞起来更是摄人心魂。飘逸的美丽长发伴随着音乐节奏，看着心神陶醉，让人深陷其中。她带领的 DJ 舞蹈氛围掀起了一股浓浓的魅力风情。去年凭借一个意念和一的舞蹈视频爆火，一身旗袍装展现出了完美身材，妖娆婀娜的身姿随之舞动，每一帧舞蹈都是如此好看。都是每当她漫步在舞台时，一切都会随着她的 音乐节奏而跳动，她性感迷人，眉宇间有着一股独特的张力，能让人沉醉其中，久久不能自拔。这样的舞蹈女孩，你想不想拥有呢？